先生你好，新年快乐，请喝茶。谢谢。那来乡公所伫新春开工的第一礼拜，只要有乡亲前来，服务台湾工就会亲切捧到一杯养生补气的宁静红枣茶来招待。嗯，蛮贴心的，蛮贴心的。对，它这喝起来口感怎么样？不错，蛮爽口的。啊，这公所这大家拢真好。嗯，未歹食，食了好食，佮食了，万不要讲，我都唔捌食些这。除了办公的乡亲以外，公所的员工也当享用一杯烧火火的茶饮，副官听寒冷传销。很贴心，很贴心，哎，啊，好啉无？很好喝，满满的幸福感。照例新春过年开工爱啉春酒，不过因为上班未当啉烧酒，加上现代人重视养生的观念，这位公所员工因此提出这个两全其美的方法。桂圆的意思其实就是福圆，那它是很喜气的食物。红枣呢，也是就是蛮喜气的东西，这样。就较特别的所在是咱自发性的吼，咱基层伫这个第一线这个柜台的同仁吼，以自掏腰包吼来发起有这个活动吼。啊，公所人事主任表示，歇了真济工的年假了后，为了要鼓励员工上班的士气，甲提升精神，并且加强便民服务的工作。因此，在新春开工的第一礼拜，安排这个招财进宝的红地毯，亲切佮用心的服务，真受到乡亲佮公所同仁的肯定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